重新拿回我们中立人的骄傲。我们罢免王浩宇，成功。寻获的有飞行靴，还有飞机的残骸。一周内啊，有两次这样的情况啊，我想不只是民众很难接受啊，我也很难接受啊。今天总共新增了185例的个案，那180例是本土，在我们的新北市啊，跟北市。好，这是算是我们这一次要升到三级的警戒的区域。7月27号起至8月9号，那全国调降为二级警戒。开始，我们会是一个空前团结的国民党，充满战斗力，而且是一个战斗蓝，追求的是必胜蓝。Thank you.
不是输呢？我无代无志吼，加一年高个位做立法委员的经验呢，未来继续支持台湾，支持台湾的政党，支持台湾的候选人，为台湾继续拍拼。感谢 ，Thank you。这个月呢，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已经挂牌运作，预计明年初立陶宛也会在台湾设立代表处。经贸考察团访问立陶宛，签署了六项合作备忘录，强化双方在半导体、卫星以及生技等领域的合作。今天早上，我国跟尼加拉瓜终止了外交关系。我们都坚信，不论是外交施压或者是文攻武吞，都不会改变我们坚持民主自由，坚持走向世界，坚持参与国际民主进程的决心和努力。这次公投的过程传达出四个明确的讯息：第一，台湾人民希望走向世界，愿意积极地参与国际；第二，台湾人民支持能源转型，期待稳定供电并且维持经济成长的动能；第三，台湾人民重视生态环保，希望经济和环保能够达成双赢；第四，台湾人民期待公共政策能够资讯透明，被理性的讨论。